我讲过啊，迄间厝内面我无住大路，为什么？你竟然叫我倒转去，你来收一下来。我来遮找你的啊。找我？哎喏，你嘛真巧啊。你会使，我来遮找人。啊，外省外省啦。我不能跟你等的。小赵，听你跟我等。哎，是你阿母叫我来找你的，你知影无？我跟你讲，你跟我等，我等来。我拄啊。你敢知影？我拄啊来遮找你的时阵，看到什么人？看到啥？看到吼，你个心所爱海珠里。你有看到珠里？我看到伊啊。哦，什么？我怎么看到伊啊？啊，伊拄啊就无代无志啊，哦，听我讲话讲煞，你啊会肯定。啊讲完，伊怎抓狂？怎走出去啊？无，你是甲讲啥？我嘛无讲啥，我著讲出简单的啊。啊，阮表兄回去就是娶某啊。啊，你喂！你怎会讲话？你创啥？你来甲我拍啦！我正是讲啊，正是讲。想袂到，你当我之前是无甲苏玲讲，但怪伊啊，安尼说拢是你。你看卖个来啊！我你讲哦。我吼是真无爱来，我跟你讲啦，我是因为吼恁老母、阮阿爷叫我来啦，我才袂去找你啦。